山东快书不啰嗦，紧接着上回往下说，王飞天要把姑娘抓，来了好汉武二哥。那武松顺灯光抹到了庙门口，推了推大门管把住，他一纵身蹭越墙而入进了院，窗户台下停住了脚，正听见张玉娥就把那个老倒马王飞天要跟玉娥动手脚。武松想，哦，姓崔的和尚没回来，正好咱今天一个对一个吧，杀了你再等崔和尚，也省得一个人大俩太忙活。武松窜到了屋门口，丹田用力一声喝，武功老道少成雄，快出来给你二爷比家伙。王飞天闻听就是一愣啊，不由得个心里一哆嗦，心安想，谁呀？江湖上敢指名道姓巡安打架的人可不多，来的是哪个呀？竟然是深更半夜找上门来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倒要小心一二。王飞天一口把灯吹灭，唰啦啦抽出来两把宝剑，手中摸拽开了门，身子一拧，他窜出了屋了。接灯光大量好汉武二哥，见武松身子高大一丈二，宽肩膀子粗胳膊，一对戒刀宽又长，穿戴打扮是个透脱。王飞天上下看一遍，心暗想，这个大哥从来没见过，也是出家人呢。我没有这么个对头啊。武松他也仔细端详王飞天，不满无耻个子错，身上穿九宫如意八卦袍，扇风耳朵尖脑壳。武松想，观其外知其内，这个老道定然是阴毒诡计多，动起手来小心着。武松说，你的名字叫王飞天吗？正是。大哥，你姓甚名啥？对我说。姓武名松，就是俺。哦，原来是大虎英雄到这儿。久仰久仰，武英雄来此何事？武松说，你强抢民女成霸道，俺特意来打发你去见吴阎罗。王飞天闻听哈哈笑，哈哈哈哈，武松你敢到我这儿来撒泼，别看你惊讶刚上大猛虎，在道爷面前你命难活。武松就说，少废话，砍刀，两把刀去剪刀是他这个脖。王飞天一不慌二不忙，双剑一分左右可顺水推舟往前进。好家伙，鸳鸯剑使得真利索。武松往旁一纵身，王飞天见着虽快没砍住，这武松两把刀直奔老道的腿。王飞天唰的声一下子飞起了两丈多，武松看把俺成气，这个家伙窜跳功夫实在恶，怪不得他叫王飞天呢。命不虚传，说得着。抬头看，王飞天空中猛一拧，两脚朝天往下落，正落到武松头顶上，两口烟直往武松头顶上戳。好汉武松吓一跳，呀，这个老道还会在空中转磨磨呀，厉害！忙举戒刀往上迎，啪啦啦。刀剑相碰震耳朵，王飞天接劲儿往上又一起，乖乖脚没沾地儿，又飞起来足够两丈多，落下来焊在武松的头顶上。那个宝剑光扎武松的脖，一次两次连三次，忙坏了好汉武二哥。武松想，我出师来打过多少仗啊，这种打法没见过，能不好汉真吃他的亏儿？有了，我得如此这般这么做。武松想，厉害，我得想个办法。他往下落，我就用刀去硬他，正好啊，借着我那个刀劲儿再飞起来。干脆我沉住气儿，等他往下落的时候，我不用刀硬了，我猛然跳开，量他也借不住劲儿了，就没法再飞了。对，王飞天再次往下落，赵武松不慌不忙不懦弱，眼看剑到头顶上了，赵武松才猛一蹲，
蹭的生窜开九尺多，果不然王飞天没法再解劲了，只好落得地平坡，老道的双脚还没站稳呢，武松的手脚真利索，拦腰两刀他左右看，王飞天手忙脚乱往外搁，哪知道左边宝剑稍一慢，扑哧去腰进去了半尺多，王飞天腾地翻了几个滚，两腿一蹬剑眼落，完了，武松杀了王飞天。从屋里边走出来姑娘张玉娥，走到近前忙摆戏，武松摆手用不着，快帮我点火烧了他的窝，啥时间烈焰腾空火光山，不多时许多的百姓上了山坡，武松说你们领着姑娘快点走，大恩人那你呢，我再等会儿，等等那个圣铁佛，走吧，那和尚还没说啊，哎呀，我说那和尚可比这个道人厉害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多谢乡亲们关照，下令去吧。众百姓转身刚要走，可了不得了，庙门外来了圣铁佛。这个熊和尚，他出庙刚走二里地，猛看见火光冲天照山坡，和尚一见事儿不好啊，他翻回头来大撒脚，大踏步窜到了庙门外，那个大嘴不住的念弥陀，阿弥陀佛。三，什么人大胆深夜到此地，佛门宝地敢放火，众百姓一见来了圣铁佛了，哗啦啦屋内树后四下躲，臭武松他借着火光定睛看，乖乖好一个身子高大的胖家伙，他头上戴金刚牙发如一股，直挺挺扫住眉毛插鬓角，扭鼻子大嘴叉，破口刚须叉叉住，他捋住脖子挂佛珠，斜配着蓝布僧衣龙胳膊，手中提九环龙形月牙膛，长立下一丈四尺多，并铁杆足有万口粗，五百多斤呐、啊！他拿着好像没有沫，武松看把俺称赞，好一个名不虚传的圣铁佛呀，看起来圣铁佛比我的力气大，可不能给他捧家伙。圣铁佛一看武松那个穿戴，他还真当成出家人了，举掌当胸念弥陀，阿弥陀佛。当时上下合成，人家圣铁佛呀说的这是教门中的话，大师是门里人的称呼，上下合成是问你姓什么叫什么。武松这个出家人呢，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改的装，他哪懂这个呀，把眼一瞪，什么上乘下不乘的，体重850哦，分量啊。圣铁佛一听这个别扭啊，心说怎么这位连门里话都不懂啊，来，俺问你姓甚名谁。哦，俺乃打虎武松师爷。我哦，武松原来是打虎的英雄，请问武英雄为什么深夜到此放火？武松说，俺今日又打此地过，领下的百姓对俺说，武功令一僧一道不行正，奸盗邪淫惨无人道竟作恶，俺武松专管天下不平的事，特为上令把你捉。你来看，王飞天在俺的刀下死了，你今天来了也别想活。圣铁佛气得哇呀怪叫，武松你这个做事了不得，二的能为有多大呀，武功岭上敢撒跑，看堂。圣铁佛呀，大堂一刀带着风，哗啦楞，堂头上九个铁环直哆嗦，十了个蛟龙出水势，直刺武松的心口窝。武松他不敢拿刀碰啊，喊声好厉害，将身一纵往旁躲，抡剑刀直奔和尚的腰眼上。圣铁佛用堂猛一磕，武松他急忙收回了刀，圣铁佛使劲不小没磕住，两个人来来回回二十多趟，并没分谁强并深入。圣铁佛挑刺披砸猛进招，那武松窜蹦跳摇怪利索，圣铁佛生来脾气大呀，性情暴躁如烈火，满以为三下两招就能胜了，没想到他累了半天白忙活，心暗想活怪不得景阳冈上大猛虎啊，他这个功夫是给能人学，我平生未曾有过敌手，武松他算头一个厉害难缠。
武松这个心里也称赞，这和尚武艺高来阅历多，就这样俺俩斗下去，若有个闪失了不得，叭叭叭，呦呦呦，我倒要试试他这个力量得如何。武松暗想，不好，这和尚功夫又好，力气又大，我得倒过去，他敢愣往外磕，他的汤来了，我可不敢碰啊，弄不好一碰倒就得废了，他总占着上风，功夫一大，我非吃亏不可。这，哎，哎，武松把牙一咬，今天我倒要试试这个和尚到底有多大力量，用刀磕他的汤，碰一下，心里也好有数，再设法赢他。对，坏了，武松这一身啊，许多的事儿成功也成功在他这个脾气上，可坏也坏在他这个脾气上了。他不可还好啊，这一可麻烦了。生铁斧，呼的声又是一铁汤啊！好，武松把牙一咬，他用刀可开，而听得嘡嘡啷啷连声响，可了不得了。这武松就撅着两膀麻索索，刀汤相碰火星闪呐、啊，哧哧啊啊，碰到身上都能着。这武松使出了千斤的力呀、啊，和尚的心里早明白，两膀一晃叫上了劲儿。那个冰铁汤啊，一动没动没挪窝，生铁斧唐牙接刀猛一出，这武松噔噔噔噔噔，一连气后退七步多，赶巧了，后边就是乱树根，扑通通绊倒了好汉武二哥，一屁股坐在了旧地上，正好背靠树一棵，生铁斧一见哈哈大笑，武松，这会儿你还说什么？两膀一晃双千斤的力，呜。冰铁汤直往武松胸前戳，四下里老百姓吓得一闭眼，我娘哎，戳上了吗？戳上武松不完了吗？武松要死了，咱这武松传还怎么说呀？再说你别看武松跌倒了，真正功夫好的人跌倒都有劲，不像是我呀，摔一个跟头，我娘哎，胳膊腿乱抓筋，能躺那半天起不来，那哪行啊？武松是什么功夫啊？多大的英雄啊！身子往后一倒，还没着地儿呢，半路上就把架子摆好了，落下去，还这架漂亮，什么架呀？还想自醉卧云床，练过的都懂啊。紧跟着这个式子，必然是身子腾空平飞而起，再往前进招。生铁斧那是干什么的？一看就明白，呀哈，要飞。心想武松，不等你飞起来，我这一趟就戳上了。就算你动作快，飞起来，我一翻手腕也把你砸下去。哪知道他算上了武松的当了。战场上，武松可称得起是精的多、见的光、聪明过人呢。他准知道生铁斧会怎么对付，所以根本就没飞。出乎意料的，看大堂来到了近前，一三架，却来了个就地十八滚。往哪儿滚呢？两腿一踹树根，一掉头，噌，直奔生铁斧的脚底下就滚过去了，这就叫出奇制胜。这一手啊，生铁斧根本没防备，大铁汤再要戳武松，戳不着了，被武松起了咔嚓两截刀，齐刷刷削掉两只脚。生铁斧大叫一声，掌在了地，把个地皮砸了个大窝窝呀！武功令杀了恶僧定妖道，二龙山去会卢大哥，辞别了父老乡亲上了路，前边又是乱子我。